由李教官宣布，各位同学，毕业单位。钱小天。到。公交总队警犬大队。啊？不是。怎么了？我没训过犬啊，老师，不是您是不是看错了？您再瞅瞅。你是不满意啊，还是舍不得走啊？要不留校吧。对应的数字就是你们的战友。打开犬舍，迎接你们的战友。是。UK， 走。好 ，UK， 走。美。帅。狗狗。来，小伙们。哎呦，好狗狗。不好意思啊，我们家靠，你等等，自打进了犬队，你老人家就一直看我不顺眼。再怎么说咱是同学吧，甭说说话了，您就连正眼都没瞧过我一眼。哎，我就纳了闷了，我是招你了呀，我是惹你了呀？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吗？这憋在心里不难受啊？再说了，就算您是真看我不顺眼，啊，一大清早的起来给我收拾犬舍是几个意思呀？没看你不顺眼，就是不明白你这是干什么。给你收拾犬舍是因为太脏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想不明白也可以问我呀。钱小天，你要是嫌弃这份工作，那趁早别干了。愚人一犬都不好，自打你第一天来，吊儿郎当的一直到现在，你能早起跑圈，能不能收拾收拾犬舍？傻子都能看出来，你心思根本就不在这儿。但犬队的工作是需要每一个人严肃对待的，不是让度假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呢？钱小天，出来。这儿。去，坐。哎哎，再试一次。坐。钱小天，你喜欢喝可乐吗？你是怎么训犬的？这都过去半个月了，发现目标后，在可疑物品前或坐或卧还没有学会吗？回答我的问题。那我要不再试试？还试什么试啊？钱小天，你用心了吗？我早就说过了，这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说小了是人命关天，说大了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危。你这样儿戏就是渎职，就是犯罪。好好想想，你是怎么入境宣誓的？我是不错呀。那你看看我们这标准，我这鸡蛋可弄卫生的，这鸡蛋皮。哎，得，一看你就什么都不懂。鸡蛋皮补钙，知道吗？没文化的样子。得。哎呀，来吧，饺子吃，咱不理他啊，咱吃咱的。张浩到。李可到。钱小天，钱小天呢？到。走，来了，快，到。哎，靠，到。成明到。钱小天，你还有点组织纪律性了吗？
点名迟到。你再看看这个。还有，刚刚饺子吐的什么东西啊？鸡蛋皮。入队第一天，我就给你们讲过全类的饮食健康，你听了吗？前两天，你上过心吗？你把饺子当过自己的战友吗？你考虑过你现在干的是什么吗？你现在做的不单纯是一份工作而已，你知道每天北京有1000万人坐地铁吗？你的工作性质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出行安全。你来队里也有半个月了，一点成绩都没有做出来，还屡屡出问题，你来是干嘛的？混饭吃的吗？我不是。那就做出个样子给我看看。从今天开始，一区全社的卫生交给你处理，下次队内考核你要是还给我出问题，我就退货，你就从哪儿来给我回哪儿去。干嘛去？扫工码了去。我跟李可配合拍摄宣传短片。刘一姐，我能不去吗？不行，回去好好准备。咱们现场是半封闭状态，这边还有行人，都别磕着碰上。今天辛苦二位警察同志来配合我们拍摄这支地铁安全隐患宣传的影片。小子，别动。不好意思，您继续。我们这支宣传片呢，主要讲的是搜索墙的使用和……导演，抱歉，我先过去一下。什么情况？在三姐，先生您好，请您配合安检。行了吧，我能走了吧？这是我们的工作，请再配合一次。Yuki， 搜。搜！你们查了多少遍了？你们是不是有病啊？公交总队警犬大队里可发现可疑人员，请求协助。Yuki， 上！没完了，你们闪开！让一下，注意安全，让一下。Yuki， 站住，请配合我们的工作。闪开 ！Yuki， 都闪开！闪开！都闪开！放下武器！第一次警告！闪开！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闪开，闪开，稍等会儿啊。起！来一点！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们走了，我拍谁呀？我得配合局里工作，抱歉啊，你先拍他吧。哎，不是，我也得配合。哎呦喂，饺子！嘿，今天啊，特此表扬一下李可和他的警犬 UK， 在拍摄宣传片的过程中，发现携带毒品的可疑人员，协助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吴某抓获。大家鼓掌。另外要特别提出批评钱小天，在拍摄过程中去追人，就把饺子扔在了地铁里。如果饺子丢了，你问题就大了。还有就是吓着了群众怎么办？回去写份检查，明天早餐会当着全体念。哦，
兵，听话啊，一会儿就有好吃的了。哎，好孩子。为保障大会顺利进行，今天进行最后一次主会场安检排查，请务开始。是。是你的吧？对，是我的，谢谢警察同志。小子，我不认为我有什么错。你是没错呀，饺子现在都会扑咬了，您训练的科目是扑咬吗？那该怎么用啊？你这样做会让老百姓造成恐慌的。警犬不是宠物，它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根据你的日常表现和考评成绩，你是这一期垫底的学员，加上今天的事儿，下午去十三陵报到。十三陵，好好反思一下什么是纪律。我不服气，日常拼劲不能代表什么，而且今天这事那怎么着，我就眼睁睁看你小偷跑了不成？刑警抓人也是讲究规范的，你是怎么考的第一的？那优惠铺子不也是人吗？能一样吗？那是因为嫌疑人已经发动攻击，造成人群恐慌了。希望你能在十三陵有所醒悟。出去。像什么样子？来，走了，上上上，来来。
爬哥，你好脚的一呀，真乖。饺子真棒，走，走，跳，跑狗，跳，跑狗，走，上，跳，跑狗，上，跑狗，上，跑狗，跑狗家的，哎，跑狗真棒，哦，耶。现场救援分为三组，两个人一组，今天值班五个人，还差一位，我来。明天就全国比赛了，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呢。明天的比赛我相信李可。如队，是，走，走。此次的任务需要大家进山搜救，目标是两名迷路被困的驴友，由我亲自指挥。张浩、钱小天到，你们一组；马明到，你和我一组；陈阳、刘旭到，你们一组。陈队长在指挥中心实时跟进我们的情况，务必完成任务，保证受困者的生命安全。是，出发。大赛都这么放弃了，你不还跟林克较劲呢吗？救人要紧。刚刚接到指挥中心通报，两人被困，你们犬队距离事发地点最近，所以得请你们协助一下。周组长带队已经出发了。这个是咱们林场安全区，如果走出了安全区，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另外啊，山里晚上会有野猪。那就是说这个区域都是安全的，对吧？嗯。那按照你们林场的要求，驴友最大的活动范围是在什么地方？哎呀，驴友们眼中啊，整个门头沟的山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陈队，麻烦您帮我查一下，现在还能不能定位到驴友的位置？目前目标还在安全范围之内，你们一组进山之后往东走，朝五点钟方向搜索，加快速度。收到。是。这个位置已经很接近安全区的外围了。赶紧吧，张浩，进场，走，发现救援，走吧。走，小子，走。跟上。走。怎么感觉好像又回来了呢？我们刚刚是不是从这边过来的呀？往前走走看吧。来，手给我。你怎么了？我脚卡住了。我看一下，来，拿出来，三二一。啊，疼！快快快，不怕不怕不怕，来，三二一。破手机，这个时候没信号了。我都跟你说了，不要来山上，不要来山上，你还看日出？你看什么日出？先把脚拿出来，来，三二一。
有的，秀秀，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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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个搜，搜，哎，搜，搜，好个搜，搜，搜，这，搜，搜，搜，小子，搜，搜，好个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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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好，哎，陈队，陈队，我们在目标位置并没有发现驴友，但是找到了一个水壶，请您确认是否还有下一个目标定位。东区扩大搜索范围，二队现在马上赶到东区支援一队。收到，收到，收到。走，小五，小子，搜。小五，小子，搜，搜。好狗，定。胖子，来，李哥来。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他们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去的。这个方向有两个岔路，我们走哪个？走哪个？不得问饺子和小五啊。要不这么着，两条岔路，咱哥俩一人挑一个。那赌性太强了。你看啊，陈队他们现在就给了这么一个定位，那就是说这驴友的手机要么就是没电了，要么就是已经在安全区外了，对吧？可以确定的是，大方向肯定是在这两条路其中之一。咱们得速战速决。饺子，饺子，饺子可能发现什么了。陈队不是说了吗？已经派周组过来支援咱们了，你跟着等着，我先过去探探。那哪行？这条路已经是安全区外了，你自己去太危险了。要是再搜不到人，你回队肯定吃瘪。吃瘪？我平时在队里吃的瘪还少吗？走，饺子，走。慢点啊，吹一下，吹一下，怎么办啊？山里越来越冷了，你快想想办法呀。别慌啊，我这就带你出去。来，小子，搜搜，好定。陈队，陈队，现场发现脚印方向，我推测就在我正在搜索这条路上。脚的反应也很强烈。天快亮了，安全区外，我们需要等蓝天救援队。你现在原地待命。待命？陈队，再晚会儿，李勇命都没了，请相信我和脚子。走。哎，上。老陈，你什么情况？安全区外太危险了。李丁，小庄，好个搜。好个走，小子，走。
三，二，好狗，好狗，好狗，三，三，搜，好狗搜，好狗搜，搜，搜，来，来，来，定。好，尤其搜，上，好狗，好狗。好狗。孩子，小子，你要立功了。好狗，好勇气，上！好勇气，好狗。麻将啊，二位，不要命了？警察叔叔，来，小子，停！警察叔叔，我女朋友脚踝受伤了。站住啊！神队，神队，我是小天，已找到两名驴友，其中一名脚踝受伤，请求支援。快，快来，这边，慢点，慢点啊！来，把腿放上去，慢点，快快快，上车，上车，赶紧去检查检查。谢谢，没事。天文亮，你是嫌我血压不够高啊，还是睡眠不够好啊？啊！臭小子，行了，老陈。我觉得这小子还是不错。那行，那把他给你，反正他也想去你那。哎，陈队，我可不去啊。我觉着呀，我们全队挺好的。那我就不多人所好。收队。小子，回家。再见。谢谢。辛苦啊。再见。